哎，蹲在这里等，是一瞬间吓死我了。我这个衣服是去年的，不是今年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去年的这个衣服，就是它是一件裙子，家人们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到这里的，到这里，哇，我的腿好粗呀，就是到这个位置的一件裙子，这个是去年的。是不是迷路了，找不到我了呀？哦，我看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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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家人们，从那一边过来的。然后我刚刚找的时候是往那个方向去找，看到没有？那三个。对，去年我妹妹给我买的，我就穿了两次还是三次，我就没穿，我一直留到现在。来了来了，我看到他们了，吓死我了！幸好我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，我要是刚刚要是走到那边去就麻烦了。等我一下啊，谢谢，感谢小雨哥，这是不是成都啊？等一下，我这个裙子这样子，害怕被抬走。这是乐山。给你们。给你们嘞。给你试试一杯水。滚，我那个不喝你那个。我建议来先问一下。连线是不是啊？是谁呀？家人们要不要？有没有连线的？我看一下。这次不行，他是第二个吗？喂，你好。你怎么找我了？咋了？啊？我说你那个怎么找我啊？我搞完了。那个杨老板的朋友啊。哦，就是二哥是不是杨二哥？不是，那个英特尔的朋友。我们见过是不？热气英特尔啊，做衣服那个杨老板啊？做衣服那个。我边做衣服那个杨老板。嗯。说的是家电话。说那个飞机。说了飞机，他这个联系不上。我好像。好像我有点想不起来。你在哪儿嘛？我之前在我边嘛，野兰山的老板娘你认得不嘛？烂山是吧？野兰山的老板娘啊。野兰山，啊，我只能懂。啊，他有个那个朋友了嘛，那个叫热基因体啊。哦。那有天你们在小酒馆，然后我过来，我们四个人在那儿喝了次酒。哦，就是那个卖衣服的那个老板嘛。啊。喝了次酒，我不是说叫你把我带一下，让我来也去做这个网络主播行业嘛？但是你不收我吗？我没有，我都是让别人带着我的。然后我很少看见你直播，少得很，遇见的少得很。可能你直播的时候我不在，然后我在的时候你又不直播。哦，应该是嘞。嗯。好久来成都耍嘛？我在成都。以后有时间去。对，成了网红朋友就多了。那行吧，你先忙啊。好的，拜拜。拜拜。
这么说我才想起来是一个那个一个服装，就是我一个朋友的服装老板的朋友，就是这样的。后退一点点嘛，我放在这里行不行？但是等我一下啊，家人们，我放在这里给你们播一会儿。这样子呢，你们能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我们乐山好玩吗？还可以，就是有点热。你是乐山的吗？咱们有没有乐山的老乡？有没有家人们？乐山本地的朋友有没有在直播间？有的打一波有啊，我看一下。成都远多远呢？这边去成都一个半小时还是多久啊？还是两个小时呀？我忘了。损地价还有吗？对是吧？损地价应该还有吧？因为那个我到时候看嘛，因为我这两天不是没有带货吗？这两天不是没有带货吗？所以我就一个半小时是不是？太红了，尤其是在直播间开了美颜，这个口红更红。现实中还好，没那么红的。对，今天的口红打得漂亮，是不是？去乐山大佛玩了吗？没有，我是想去玩，但是天气太热了，这个白天都是大太阳。而且我今天是忙着找工作嘛，然后我也没去玩。然后今天晚上就想着，哎，出来逛一下吧，因为对吧，难得来这边一次嘛，我就想着在这里转一圈。然后刚好我也想着，就是带着咱直播间所有家人们来逛逛这里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就是说我在逛这个乐山的夜景的时候，就是我想着是也顺便把你们带上，然后我们一起欣赏欣赏。打口红就要这样打才好看，确实有点红。确实有一点点红，水滴架可以的。你们之前都吃完了吗？我现在在乐山，之前的都吃完了吗，家人们？口红好看是吧？你们猜一下这个口红是谁给我买的？不是，是谁送我的这个口红？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没有声音了，现在有没有？只有有三个人打对了，其他人打的都是错的。三个人打对了，其他人打的都是错的。不是，你们都打错了，家人们，都不是，你们打的都不是。有两三个人打对的人很少啊。一个那个豆豆说的是的，爱的疯狂打对了，其他人都是开心也打对了，其他人打的都是错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是的是的。我送你的说到了，你说我什么呀？以前去年是你妹妹送书了，我一直那个早就用完了。送个口红还直播显摆吗？
怎么的？你看不惯呀？是不是没人送你，你看不惯了？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来，咱们把赞赞搓一下，家人们，赞赞搓一下。然后没关注我的家人们，咱们可以关注一下。对，咱们给榜上的点点关注啊，哥哥姐姐们，给榜上的点点关注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火一点就对对对，确实也是，但是这个我感觉这个是有点太过于红了。嫁给别人的老公，不嫁给你老公就行啊，你放心吧，不会嫁给你老公的。准备相亲了吗？不相亲，不相亲。谢谢谢谢谢谢那个谢送的礼物，谢谢清风，谢谢。就这样说，就这样说黑粉，这些黑粉啊，就是你不说他们，他们就会有话说你；你一说他们，他们就会没话说了，知道吧？这里有这个过往是遗嘱的，还在那里说脏话。哎，我你见不见嘛？认几个人？出尽量会少你吃过嘛？出困就是那，当我困就是黑鸡没过。他要一句话，他又一语骂我，我就又一语怼回去。对对对对对，对呀、啊，有个遗嘱的在这里说脏话，知道吧？然后我就又遗嘱话怼回去。哦，我这个头发，你们看我这个头发，家人们看一下我这个头发，这头发怎么这样子的？应该是这个样子才对呀、啊。阿妈，我的腿都麻了，我站着不，一段啊。我怎么感觉我怎么那么丑啊？这个手机镜头离我太近了，我的手也就只有这么长。回来了是吧？欢迎欢迎欢迎大家加入直播间。对，咱们关注这里，家人们，咱们新进来的朋友们，没有关注我的关注点一下，然后这边加一下粉丝团。咱们今天晚上把赞赞点下去好不好？阿妈死了！哦不，我的脚麻的动都动不了了，怎么办？对，现在在这是四号广场这边，这边风那个很凉快，有风。这里的夜景也好看。死了、脚麻，我的脚麻，死不死？这里拍照肯定好看，但是我最近太胖了，我感觉拍照也不好看，太肥了我。这个灯光好看。我现在在减肥，我现在在减肥，我在吃那个什么，我在吃那个什么，但是我也没看出来我哪里瘦。活动一下，就是不能动，知道吧？不能碰，不能动它。你结婚了？还没有结婚？还没有结婚。我结婚了，你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嘛？我结婚了，肯定第一个让你们知道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是满你面试过。这一方。猜一下后面那个是谁，家人们猜一下，后面那个黄毛是谁？查题查题四个字，能不能
啊，你们啥都没得规矩的，跟我你规矩一个，说你们是。啊，你们什么出去一定要录视频，都那去老师家拍咱们知道的打，把他名字打出来。规矩啊，你不。咚咚咚咚。啊，你他妈的，哎他妈的，可以哪个？啊，就去哪个不坑我的什么子？你和徐总成了没有？录音的啥？知道那是这啥啥录音的？你觉得我是那么随便的人吗？就是你说录音的那只。我只帮你送，帮你送人家阿姨，你说钱有阿姨，对，我弟弟，对对对。就叫我，他们有，什么查听我需要，查听我的，查听我的高带。我弟弟家还没有宝宝，还没有。对。他们干那些。他说的一句话你们都能听得出来他的声音吗？没有，他在给我二妹开视频。不是我嫁人了吗？明天就去嫁了啊。小天身体，小天闺女。免得你们整天问我嫁人了没有，结婚了没有。明天就来个闪婚，直接嫁，直接领证，直接结婚。这样子以后也没有人问我这些了，支不支持家人们来支持的打一波支持。开视频你看不到，开视频看不到。傻孩你出家去嘛？对呀，直接来个闪婚呀，是吧？整天要不然整天说，而且还整天有人造谣说我已经结婚了，怎么样，各种各样的话都有。然后我就直接结个婚给他们看一下，试试那些黑粉。别理他们黑粉啊，不理不理。而且我跟你们讲，这些有的人就很喜欢，就是是个男的就给我扯上一起，哦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们的思想是怎么想的，真的。有可能他们本身他们自己就是这么随便的人，就会所以就把别人想成跟他们一样。我真的有的时候我会这么想啊，如果说他们本身都不是那么随便的人的话，他们也不可能会想这些，真的，是不是啊，家人们？可能是他们本身他们自己。都是这么随便的人，所以他们认为是任何一个人都是人人都跟他们一样，肯定是这么想的。对对对对，人家嫉妒无聊被黑粉，真的很奇怪哟。是个，反正但凡有个男性，就是只要在我直播间里面出现过的人，他们以为都跟我有关系。但是这些人说这些话的人呢，可能他们私生活肯定特别乱，要不然他们也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，知道吧？后面头发怎么摘的？能看得清楚吗？能看得清楚吗？看看看，你照着这个。等一下啊，我让我弟弟拿着，我给你看一下。啊，我下面一点，你这样子我显得很矮呀。啊，这样子。是这个样子的，这个样子的。哈哈哈哈哈！是这样子的，看得清楚吗？好不好看呀？这是我自己弄的，我随便弄的。对，这个后面的给你看一下，后面的是这样子弄的，是我自己随便就洗了头之后，我就简单的把那个把它卷起来，就这样子弄了。挺好看的是吧？好看是吧？人也漂亮，没有没有，漂亮倒没有。阿妈，我在这里歇一会儿。在这个位置，在这个位置会好一点。我这个口红涂歪了。
我是四川省乐山市的啊。